家好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想听音乐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并不是决定要听莫扎特还是二人转，而是先得把攒成一团的耳机线给理顺了。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像我这样的朋友，请对他好一点，同时赶快安利他一款无线耳机吧。这个呀，我们也是苦等良久啊，终于在最近收到了这款人气颇高的无线耳机 Beats X。 它究竟表现如何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呀，我们对于无线耳机的要求很简单，无非就是要长得好看，轻便灵活，体验舒适，音质在线，续航合格。其实要求也还是蛮高的哈。首先我们来看颜值，第一眼看上去 Beats X 就是那种很简约的设计风格，没有什么冗杂的元素，耳机线呢也是 Beats 经典的面条设计，整体的做工也比较扎实，配色呢走的是浓浓的性冷淡路线，逼格满分。但我还是想对设计师说一句，请把红色还给我们吧。Beats 采用的是颈挂式的设计，类似于听诊器的造型，在颈挂的这部分是特别设计的 Flexform 的线缆，它是在线材中加入镍钛合金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钛合金是有记忆特性的金属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你怎么拉扯它，最终它都可以还原到原来的造型。同时 Beats X 通体的类肤质橡胶材质，重量控制的也比较轻哦，也就是30多克，戴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 Beats X 是入耳式的耳塞，最大的优点呢当然是隔音效果好，最适合上下班在公交地铁这种嘈杂的环境当中使用了。同时入耳式的耳塞也更加牢固，不去摘的话很难掉下来，偶尔让它去客串一下运动的耳机也能够轻松胜任。当然入耳耳塞毕竟是完全贴合耳道的，标准耳塞的舒适程度也会因人而异，所以 Beats X 也附送了3组不同 size 的耳塞，建议你不要只拿出耳机就把它扔到一边，为你的耳朵挑一个合适的 size 吧。 Beats X 的耳塞还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磁吸式设计，两个耳塞摘下来的时候轻轻一碰就吸在一起了，也省得往兜里揣了，直接挂在脖子上也不用担心会掉。都说把大象搁冰箱里需要分3步，那 Beats X 跟手机配对需要几步呢？没错，只需要这么一按一点，2步搞定。虽然是蓝牙耳机，但是 Beats X 在连接手机的过程当中连蓝牙相关的设置都没有出现哦。其实啊，它是通过 iCloud 连接手机的，那可能你要问了，耳机连接手机， iCloud 来凑什么热闹呢？这个时候只要打开你的 iPad， 就会发现刚刚连接过的那个 iCloud 账户已经悄悄帮你把 Beats X 同步到了你所有的苹果设备当中去了，可以让你只带着一只耳机就能在多个设备间无缝切换，是不是再一次感受到了被苹果生态圈支配的恐惧呢？其实这种典型的苹果式用户体验全都要归功于 Beats X 内置的这颗 Apple W1 芯片，它就像手机的处理器一样，管理着数据连接、传输、续航等等各个方面，可以说是 Beats X 的灵魂所在吧。在线控方面呢， Beats X 也复制了苹果的原装耳机的所有操作，除了一般的暂停、播放和音量调节之外呢，双击下一首、三击上一首、长按呼出 Siri 也都是一步到位。当然了，以上所有看起来好智能、好贴心的体验都得是在苹果的设备上才能够享受到的。另外 Beats X 在连接距离上也可以秒杀大多数的蓝牙耳机，别说什么上个厕所取个外卖，可能你在公交车上还美滋滋听着音乐的时候，你的手机已经落入到两个公交站之外的小偷手里了。开个玩笑哈，其实 Beats X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连接表现，都是因为 Class One 蓝牙技术的功劳。这个 Class One 是评判蓝牙功率的等级，一般来说蓝牙一共有3个功率级别，分别是 Class One、 Class Two、 Class Three。 Class One 是最高的功率级别，以前可能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，其实那是因为以前啊，蓝牙技术还不够先进，耗电量还偏大。现在呢，即使你开一整天，有可能都不会掉电哦。这时候适当提升一下蓝牙的发射功率，对续航的影响也是极小的，同时又能带来更远的传输距离，更稳定的信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续航方面 Beats X 这弱不禁风的小身板很容易让人对它的续航产生怀疑，不过官方宣称依靠 Apple W1 芯片的优化， Beats X 充满电可以续航8个小时。其实单作为一款蓝牙耳机来说，8小时的续航成绩已经算合格了，更何况 Beats X 这种苗条的身材，所以 Beats X 的续航能力在同级别产品中可以说是孤独求败的存在吧。当然了，掉电慢是门好本事，要是充电也快，那就是条真汉子了。 Beats X 5分钟的闪充大约可以播放2个小时，那5分钟是什么概念呢？讲到这儿，可能大家也都发现了Beats X 的音质我们还没说呢。其实从去年发布的这几款耳机都很明显的能看出 Beats 在高中低三频有了更强的包容性，有意摆脱掉以往给人留下的偏科印象。 Beats X 的低音很收敛，确实没有那么轰耳了，同时强调了中高音的人声和古典。难怪网友们都调侃说， Beats 啊，你已经不再是大明湖畔的那个 Beats 了。好了，调侃归调侃哈，其实我们理性的评判一款耳机到底好不好，早就不应该局限于音质了。尤其对于无线耳机来说，连接的便利性、稳定性、佩戴的舒适性等等都是缺一不可的。所以像 Beats X 这种注重综合素质、强调用户体验的产品，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也不足为奇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更多新奇有趣的产品体验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Zilla 中国以及微信 Zilla 订阅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